肯定会面临到不一样的挑战跟困难，但是既定了你的目标，你就继续往前走，然后知道是做对的事情，就坚持去做，然后我相信太阳就在那里等你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也请郑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用一句话来鼓励现场的年轻的学生们。其实应该就是跟想说刚在休息室不是说好了，就是加油加油加油，讲一半而已，太紧张把全部都讲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刚真的只讲了一半，继续说。就跟你们刚才讲的一样，然后你只要有一个目标嘛，然后就朝着目标去前进去实现就好。其实有时候想，其实那种正向的力量跟相信的力量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相信有好的事发生就会发生，然后也不要自己先打击自己，就是朝着光去出发吧。然后遇到挫折你就不要放弃，你就坚持下去就对了。坚持下去就对了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真的很值得。他们两个有没有把你的话都讲掉了？差不多，那个没有手抄。那个赶快记一下。很简单，我像我自己过的生活，就是开心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那不如选择就是开心的去过完这一天。一定都会有烦恼，但是我们只要安安静静的，只要想说是如何把它解决，都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。没有没有，姑娘，我们这是不是你去跟时间，是转个不能没有。